shoulder articulation 嘅動作。首先咧，又係要條毛巾卷埋一條，擺喺脊椎骨嘅中間。OK， 好，捉住一腳，慢慢瞓低，揾翻中間嗰點。先頭咧教咗打開嘅，咁而家咧，首先咧個手向天，好啦，吸啖氣咧推上天嘅，呼氣咧沉低，將個膊頭打開。吸氣，呼氣，諗下咧個膊頭咧向上、向落、向上、向落，打翻開個肩胛骨，最後咧打開放鬆。